我们等你。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各位好，欢迎收看《凡人有喜》，我是相亲特派员张征。各位啊，今天节目当中这位男嘉宾呢，是一位72岁的张大爷啊，现在呢退休在家。虽然说呢年龄呢已经是来到了古稀之年，对吧？年过花甲了，但是呢，人家张大爷啊，精力很旺盛啊，热爱生活，喜欢旅游，喜欢运动，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钻研家电啊。不过呢，张大爷呢，哎呀，离婚几十年却一直单身，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我叫钟钟，今年72岁，家住重庆巴南区，以前在厂头搞钳工。本期交友男嘉宾张发忠，年龄72岁，身高1.70米，职业工厂退休职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婚姻状况离异。我以前是搞设备维修的，对电器那方面呢比较爱好，以前曾经个人都装过收音机那些的哈。我也不喜欢打牌，平时啊都是爱锻炼，天天打羽毛球。我以前的家庭情况是那个的，以前和前妻性格高头有点不合，经常吵架，桃子在90年代都离婚了。现在岁数也70多岁了嘛，娃儿个人也安了家了，一个人觉得有些孤独，还是希望有一个伴侣。兴趣爱好都差不多嘛，喜欢锻炼呐。买菜煮饭都可以打火煮那种，哎呀，一句话都是有个陪伴，也没得其他，性格好一点，脾气好一点的。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兴趣爱好相同，喜欢锻炼；二、能够共同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三、温柔善良，脾气好一点。好，你好，张大爷啊。你好。哪一年退休的呀？10多年了嘛。十几年了啊。那退休的时候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我是一直是打工嘛，一般普通工人嘛。那你现在退休了以后，每天怎么安排你的生活呢？现在嘛，一般活动一下呀，锻炼一下身体啊，出去旅游啊一下呀。不过我觉得哈，老年生活如果说是有运动有活动的呀，对身体也好，对心情心态也好，对不对？对的。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他都搞忘了。有哪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生当中难免嘛。那感情生活或者婚姻生活曾经让你不愉快吗？也有。性格方面呢有点不合。经常吵嘛，生活了10几年还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你多大呀？40多岁了。40多岁，哎呦，其实那个时候，男人40一枝，哇呀！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再马上再找一个呢？不说你那个工作压力也大嘛，到处打工，没得好多时间机会嘛。总的说来也接触过几个，也接触过一些。那是肯定的，这么几十年的时间，对吧？在一起过后啊，还是发现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所以说都没有继续下去了。你现在到了那个年龄了嘛，还是希望能够有个伴儿啊，到老嘛，还是希望有一个人陪伴。对。所以人家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老了嘛，身边，哎呀，哪怕就是自己再过得精彩，可是始终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老伴儿来陪伴你晚年生活，夕阳时光？身体健康，等于说性格爱好都相合得来。行，好的，那我大概明白了啊。谢谢。今天呢，我们也是专程来到了咱们张大爷住的这个家附近，对吧？这个是李家坨，对不对？对。啊，那来这个地方呢，肯定张大爷也要尽一下东道主之谊。我们到时候把大姐叫到家里来坐一坐，参观一下，好不好啊？那住在哪里啊？家？就在这后面。就在这个后面的房子里面，对吧？行，好吧。那要不然接下来您回家里去收拾一下，准备一下，我去把大姐接到，然后我带她一起上来，好不好？好嘞。哎，大家好，我叫王琴，今年62岁。本期交友女嘉宾王琴，年龄62岁，身高1.50米，职业无业，婚姻状况丧偶。之前呢，都弄娃儿的，当老伴儿呢，久了生病了，生病很多年生，一直都是磕磕碰碰的嘛。我都没上过班，都在家头的买菜弄饭啦，做家务那些。
之前那个不准上班，上班都吵都闹，他我也晓不得，反正那些是我说，他说他在乎我，还是我说不晓得。我说这上班好耍点，有个兴趣爱好嘛，外头不说有个时间规律嘛，他不准上班，不允许上班，从来都是我没上班，咋不是啷不上班呢？那年纪嘛，今天我又脚背啥子都啥子都跳得，又走得，又吃得的，平时爱好都要打腰鼓、跳步子舞一些，就转公园，性格善良得很，说不来混也混不来，吵也吵不来，性格。我之前跟他老头几十年呢，他病多，一直病多得很。哎，最近那几年呢，五年多生病了，生病呢经常抢救到医院去。哎呀，我们都觉得很累啊，总是没办法的噻。他病了，不是他个人都不积极了，我还不是把弄起去也弄去抢救了。他也恼火，我也恼火。哎呀，就是最后支持不住了，还是走了，还是。集中家的病，我谈起我都要哭啊，不敢说，有的话都不敢说。我娃儿呢是2000年当兵去了，当兵十几年，现在在那。沈阳去了，沈阳工作，大风我去过了，去说了半年我不习惯，各方面都不习惯，我还是回重庆了。回来我想找个老伴儿，要对我好的起码都是要对我。我之前嘛，那老伴儿病多了嘛，我都磨得很。好，现在我希望他要能带我到处走走看看的，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到时候最后都到了10多20年嘛，过好幸福生活吧，想哈。与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对自己好；二、身体健康；三、能带自己到处走走看看。哎呀，这两年还打扮了一会儿了啊！干，所以说女人一辈子都还是爱美的哈、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王大妈专门请到这个李家坨这边来啊。那我们要给你介绍的这个大哥吧，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进去之前呢。还是想简单的跟你聊一聊，讲一讲过往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啊。对。老伴儿是去年走的，是吧？哎。那段时间，一直都是你自己在照顾他。是噻，生病五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干。您在病床前面照顾您丈夫的那几年，每天大概生活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一天都想哭，然后就是一天都想在医院头都搞几年了，医院头的。那五年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啊？他自己都要放弃不依了，我还是把他弄去医啊。为什么呢？我看他是个人的嘛，不知道他对我还是他真是脾气不好嘛，人那些还是。嗯。他喜欢我，是一辈子都是。嗯，虽然我觉得从头到尾呢，您始终是面带着微笑在回忆和叙述这段故事，但是我相信其实，那种心酸，那种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边才清楚。对。啊，那今天呢，可能也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今天也是因为有镜头在前面，所以你才会让自己变得坚强一点的，对不对？对，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人生啊就是这样，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那过去的生活过去了，那我们还有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对的。啊，我们依然要去把接下来的人生过得精彩。我都想找个伴儿嘛，哈，都这个今后的新年是嘛，反正是。哎呀，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一下，各方面那些，反正不要发脾气，些话总是来不到的。我还是要求的，还是。那对方的这个身体情况呢？身体啊，要求好点的噻。身体做好一点的，身体的要关心，互相体贴一下，各方面反正都要一点，我还是。两人虽然有着10岁的年龄差距，但是王姐表示并不在意。而且在兴趣爱好上，两人也都非常喜欢运动，两人在这点上还是非常匹配的，匹配指数75%。那刚刚呢，我也见过，张大爷了哈、啊，他非常的热心，哎，他想你来了嘛，到家里面去坐一下，所以他现在回家去收拾准备了啊，他家呢就在这个后面，接下来我就带你一起，我们到他家里去坐一坐，好不好？好。啊，王姐确实在之前的生活里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但是好在他也愿意往前看，想要追求之后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的张大哥还是相当贴心了，此刻已经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准备迎接这位即将见面的女嘉宾，那就一起来看看他们见面会如何吧。王姐到了。哎，就这一户啊！哎呦，你看文明户，来吧，我们敲敲门啊。
你好，你好，张大哥。哎，我把大姐给你带上来了。好，请进，请进。哎，姓王，王琴啊，王大姐，张大哥啊。请进，走吧，咱们往里面走，好不好？这。哎。哎呀。哎呦，房子挺大呀，张大哥。一般，还一般。哦，这房子有几间啊？这三间呢。这我儿子他们住那边，儿子媳妇住。儿子多大了？40岁了。哦，你呢？你自己？我就这边。住这边啊？哎，家里生活气息还是很浓的啊。来，我们到张大哥的房间里面去参观一下，好不好？王姐，看一下他自己平时收拾的怎么样？哎，都是有点，哎呀，我有点看一下，看一下张大哥生活习惯嘛，是不是？有点乱七八糟的，看嘛。很好，很好，看起来很慈祥，感觉心头很愉快嘛，高兴嘛。跟他说话一些很温柔那种。我不是之前了解过两个噻，脾气些啊，各方面说话一些有点强势那种。本来我很软弱噻，我很弱的人，我都怕，我都是受不了那种，很把我夯到去的话是不得行。走吧，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啊。干嘛？一个人。我们张大哥往里面靠一下，我们把王姐也请进来哈。哎，有点乱。Oh no！ 你觉得哪些地方乱吗？王姐，啊，就是沙发上放的东西啊，应该要收拾一下哈。狼儿睡，狼儿这个收拾要差一点。如果说按照您个人平时你的生活习惯的话，能不能麻烦您给张大哥把那个床头柜和沙发稍微收整一下啊？那是不是该剪了嘛？哎，都是那个意思。张大哥，现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觉得可以啊，比以前看起来要规范一点了。哦，要规范一点，是有点好啊。对。啊，但是你平时生活习惯会不会要求另外一半？在一起住嘛，反正是，在一起都可以住噻，大伙一起住。啊。因为单身汉都是那种不能爱啥的，不爱亲的屋头。感觉很好。说实话，一个人嘛，长期能够一个人呢，是屋头很凌乱。今后也有一个人能陪伴在一起嘛，大家都把屋头收拾好一点噻，看起顺心些。我进来以后，我就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就是腐啊！火上是这个东西吗？哎，对。哎呦，我看你光顾着说话了。哎呀，火上，我去看一下，火上有东西啊。火上还真的是煮着东西、啊。哎，煮些汤呢。今天不是女嘉宾要来噻。我本来有一些菜，但是不够啊，我还炒点花菜。哦，他知道你要来，然后好在这个饭点来，他就先在厨房把饭菜先准备好了，是吧？这些菜已经都该热的热了，是不是？对。那还要炒一个什么吗？对，就炒个花菜。炒个花菜就行了。哦，炒个花菜，听到没得？哎，炒花菜，我来炒。东西多，东西。我平时就能够炒，没淡水，就能够炒。放其他的？哎，放点花椒噻。花椒要放点花椒。又不要放多了哈。都是花椒噻。对，就三个。平时我都是一个人在厨房帮煮饭那些，有个人在这边那个陪伴嘛，在一起嘛，觉得很温馨噻。我不晓得我今儿个今天要来嘛，都把饭先煮好了，还是觉得他个人还是很贴心，人很想很细心的人。哎呀，我了哈，就这几个菜是张大哥自己热的菜嘛，对不对？今天这个花菜是刚刚王姐刚刚现炒的嘛，对吧？对。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有贡献，哎。我们先请王姐尝一尝张大哥这个芹菜牛肉丝。好，好椒味的啊。那是三样嘛。你平时吃的辣不辣？可以，我还行。哦，还吃辣的。啊，邯郸合适。邯郸也合适。哦，刚刚好啊。张大哥，你赶紧尝一尝，看看王姐的这个炒的花菜怎么样？这刚刚是你自己炒的吧，是吧？对，我吃错了呀。很合适。烟味也合适，烟味合适。说的真好哦。怕不怕辣嘛？不怕辣。哎，我给你备一块。还行。哦，好，你看还是很细心的啊。张大哥很细心的，暖男。那行，那我就不打搅二位，我在旁边，好不好？啊，有什么问题找我，好吧？好的。你平时吃不吃酒嘛？要喝一点，要喝点酒，少喝点哈，喝得少，我这一般喝。喝了几点嘛？喝了，
拿的火气呢，我这火就那个小本儿，嗯，今天没火，我还没说火气用。喝一点适当的，喝点儿养生的没那样的呀？可以啊，嗯，可以吗？嗯，可以。那我去倒点儿了。今天都不喝了，今天都不喝了。就有的呢。嗯，不是，我平时也喝得少。嗯，就是不能喝多了，喝多了要对身体伤害大。你有啥子病没得嘛？身体好不好？我还可以嘛，还可以。嗯。你晓得我的岁数不用？我晓得呀，就是健康还是没那样的。我还比你大10岁哟。嗯。你介不介意哟？这身体健康噻，肯锻炼，没那样的呀。我比你大恁个多，以后说的岁数大了，肯定各方面都要慢慢的衰减。你介不介意那个问题哦？在不在意？我也没那样的呀，关键是我会照顾人呢。只要你不发脾气些，不乱骂一些，我都会照顾人。你照顾我啷个会发脾气啊？嗯，这就好事情。我就喜欢那种温柔型的。精气神是好，爱运动。跟我之前那个有病的人是不一样，比以前那个是肺功能差呀，心脏功能也不好。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个人呢还是可以，还是很客客气气的，是。又骂不得人那些，反正我很善良的人是。万一超前了，你要让到去我哟。嗯，我是要让的噻。嗯，你是妹妹，是嘛？我比你大10岁，我是你哥哥哟。反正我现在也希望呢，对我好的啊，各方面要关心我、体贴我那些，嘘寒问暖那些，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那种，我都喜欢那种生活。那是本来就是应该的。哎，爱护我、心疼我的人，我都喜欢。嗯，人生嘛，短暂，啷个都要把。最后这几年是嘛，把它过开心。这些年是嘛，反正是。哎，你离婚好多年了嘛？有20-30年了嘛，有点久了。啊，那么多年生还没走吗？没遇到合适一点的。我之前其实其他都不是很重要的原因，都是性格高头的，性格有点不合，两个人都容易产生矛盾，容易吵架，所以说导致了分手。那上段感情是那个分了的嘛？两个。其实要说的话，我们也不是很大的矛盾，可以说嘛，但是有点缺乏信任。嗯。是他不信任你嘛？你不信任他嘛？他有点不信任我嘛。这就是花了。我那个人其实原则上哈，肯定不会去犯那些原则上的问题，但是不可能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噻。比如说他出去走哪点去了几天，我们没在一起了。他都有一种猜疑，怀疑我又在那儿外面有脏话热吵啊那些，那种不信任的日子过去确实很难受。嗯，所以说最终导致分手了。我们还是经历了几年都分手了。嗯，你到底相不相信我以后能不能够做到那种互相不要猜疑？到时候看噻，看你表现如何啊，看是真心嘛，是假意。哎，如果说你没得一点儿事实的，也觉得那种来无根深有来怀疑我的话，肯定也出去也很难，晓不晓得？给我安全感，肯定我都不扯啥子噻，不扯不想买其他的想法噻。我以前那个老公都不准我上班，一辈子没上过班，他都怕我，都也是不放心我，我都是透支我一辈子没上过班，没进过单位，有没有？你不是那种人的话。我肯定都要信任的噻。我是实老实人噶。是噻。你那种肯定我不会猜疑的噻。以前呢，我还是接触了一些女友，但是都有些地方不合适嘛。哎呀，性格方面有点合不来呀那些。那个我第一眼跟我接触的感觉，我都说他那个人比较说话那些啊，态度啊很温柔。我想我和他的话，可能肯定会处得很好。两人从一见面到做饭，再到吃饭聊天，一切都是如此的默契，甚至让我们有种年轻人谈恋爱的感觉。两人的匹配指数上升到80%。玩游戏，我们等你。
他是上了休息下来睡个午觉嘛。哎呀，大哥你真会安排。你看今天倒不是一般的日子，那这个大姐亲自登门，再加上天气又好，待会儿吃完了怎么安排？那我们下去走一下。啊，散下步。散散步哈，我看你这个旁边不是有两辆自行车，这个是你用的还是你的？这是我骑孙子骑。和孙子他们骑，哦，你平时和孙子一起，对对对，喜欢骑自行车，对对对。哎，王姐会不会骑自行车？我不会。哎呦，哎呦，还爬？干嘛？啊，那你想不想学一下？想学。啊，几十年一直都找不到师傅，对不对？哦，找师傅那儿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学。啊，以后方便的时候我教你嘛。啊，不要以后了。今天这个以后方便的时候，你这个感觉就像说辞啊。张大哥有没有兴趣来做王姐的师傅，自行车师傅？那我教你嘛。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拜师。那能够嘛？嗯。还是我把自行车带下去，带下去学一下，顺便也把羽毛球带去，再打会羽毛球，可不可以？好。可以。可以。待会儿我们就让大爷做这个教练，哎，今天负责把你把自行车教会，也算是有收获哈。那人呢？人呢？晓不得。你看到没有？没看到啊。哦，骑自行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先给咱们学员说一下，你先跟他讲一讲，让他对这个学习产生一下兴趣。自行车啊，其实对腿脚锻炼很有好处。等于说增加了他的活动量。比较，而且的感觉。热天的话还很凉快，比走路没得那个走路那么多汗水。哎呀，那个听到打嘛。就在这时，张大哥的电话响了起来，好像是在安排什么事情。而好脾气的王姐也是静静的在一旁等候着。那骑自行车可以有这么多的乐趣，难不难？要说难呢也不难。啊，那你看一下。你的徒弟啊，你看一下我们王大妈，你觉得她大概有多长时间能学会？她都肯定要慢一点，哎，因为岁数大了嘛，你毕竟没得那个反应，没得那个快噻。哎呀，你看大爷太实诚了啊，他这个不会激发你的学习的欲望。你应该说，他要去学太慢了，但关键看谁来教，对不对？哎呀，张大爷来教那肯定就快，是吧？那接下来我就把大妈交给你了，好不好啊？当然最重要的你还是要保证人家安全，好不好？对，那肯定喽，那是必须的。好吧，那个车有点高，我去那边上了哟。你从都从那边上也可以，偏了的话就那个都是撑下去都行，最安全喽。就是。要偏，最好往大哥那边偏。嗯，好的。不要往那边偏。嗯。那个人小点好学的，是不是？车子小点的好学的。嗯。车子太大了，慢点儿。哎，慢点。太快了。哎呀，太费力了，那个站起。站不住。站不住，算了，学，我教他羽毛球。还是很细心教我呀。我都怕那个高的自行车，我还是有点担心，害怕摔倒了。这是今后慢慢来。以前呢，出行呢，基本上骑自行车的时间多，因为本身爱好骑自行车嘛。它一方面锻炼，一方面方便噻，自行车哪趟摔起都可以停。它呀，我想也有点想学，我慢慢来嘛。我今后尽量还是把它教会。教会了的话，我们两个都会骑得更好噻。我们可以一起出骑自行车，一起出去耍呀，那些骑游啊，那些都可以。反正自行车呢，我觉得他肯定不可能说马上就学会的，主要是先让咱们大妈找一找感觉，是不是啊？那就算是你学不会也没有关系，他骑你坐后座也可以，是不是啊？啊，那刚刚张大爷出来的时候还专门也带了羽毛球拍的啊。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很平整的，我们就打打球，好不好？哎呀，可能现在不得行，我那个拍子拿错了，我的是个人打的单拍。啊？那你只有一个人打的？我看，我叫人去拿去了，等一会儿哈儿就拿去了。你找人回去拿去了是吧？对对对。哦，那你问一下他还有多久到？你反正住的也不远。喂，你还好久来得到？哦，好的好的，马上到。马上到了哈，行。你叫谁回去拿了呀？
找我们隔壁的。嗯、哦哦，原来刚刚的电话是在安排这个事情啊。看来张大哥的人缘还是不错的，随时可以远程找到救兵帮忙。是不是这个呀？对对对，就是他。哦，就是他。来来来，辛苦辛苦辛苦。哦，怎么称呼啊？这邻居和邻居吧。哦，看来邻居关系不错哈，也很热心啊。啊，好，怎么称呼啊？小黄，姓黄。哦，黄姐哈、啊，黄姐知不知道张大哥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跑到这个八平路来打羽毛球啊？哦，您知道的相亲哈、啊，您对张大哥的情况了不了解？他的个人情况了不了解？了解，他他本人呢还是很诚恳、很老实，做事那些很踏实，脾气些还是好。你们在一起邻居多少年了呀？有十年了。哦，有几十年？那你看你见过他前妻没有？啊？他身边另外一半多不多？老太婆多不多？老太婆，这你们说的你们管啊？张大爷不好，明显不想让我再问了啊，再问就要问出破绽了。啊，行行行，哎呀，看来你人缘还是不错的啊，一个电话就有人帮你跑腿啊。那行吧，那现在就两块牌子喽。哎，对，那行吧，那咱们就来。意外却出现了。小张，我跟你说谁？哦。不是前一个女的噻，她说是邻居，邻居可能啷个可能有钥匙，是吧？你问她，她说他们家里有人吗？她儿媳妇好像在家里。哦，但是我还是担心到起，她有女的些关系些，啊，她有点这些。其实我也有点好奇哈，就是大爷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几十年都不找男的邻居去给他拿东西？对呀，找了一个女邻居，而且。一喊人家就去啊，嗯，感觉女人缘还不错啊。但是这样不是也说明，他如果最后能够跟您在一起的话啊，嗯，哎，就说明你优秀噻。你我还是有点介意，我说还是有点那种担心那种没安全感那种。你刚刚问过他没有？嗯，刚刚问过他们。就是你问他，你好像没问呀。你的这个担心，你跟我说的担心，你有没有直接去问过他？好像没有样子讲。啊，你为什么不问呢？你不好意思问、啊，开始肯定不好意思噻。哦，那你的意思是？我说先问他，看到他们是啷个回事。想让我，哎，你陪着你一起去问。哎，对对对，哎，把说清楚，看是啷个回事。行啊，好的，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担心，你就跟我说啊，我们就去当面去问，好不好？对的。啊，那走吧，那我们去问一下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嗯。张大爷，看手机呢哈，来来，我们坐坐坐，嗯。这样子的，刚刚呢，王大妈找到我，讲了一些她的担心，好像张大爷的这个人缘比较好。人缘不很好，不很好吗？肯定。特别是女人缘好。对，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噻，担心万一，人缘好了的话，到时候好个啥程度晓不得。你身边异性朋友多不多？多呀。哦，他倒是挺坦诚的啊。有多少吗？反正还是有几个嘛，还是有几个。这些人都是跟你什么，怎么个关系呢？一般的社会朋友嘛。嗯。社会朋友。都是怎么认识的呢？从出去锻炼那些噻，出去锻炼来，认识的人认识的噻。那他们当中怎么没有人跟你产生点缘分呢？哦，那个各是各噻，朋友归朋友，爱好归爱好，那个感情那个东西是另外一码事了。啊，你是几十年没有在你的那些异性朋友当中来找一个？也出国了一段时间的，有些出国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嘛，分手了嘛。哦，那你跟刚刚那个男朋友有说过吗？那个是我的前妻，实际上本来我就。是，那是我前妻。他是前妻啊？对对对对，本来我是叫我娃儿给我拿起来的。他是前妻？你刚不是跟我说是邻居吗？有没有？你刚刚骗他？我是骗他。你刚骗了一些事情。你刚刚就是骗了王大妈嘛，对吗？你说他是邻居，其实他是你的前妻。对对对对对对。前妻直接来到了他们的相亲现场，这确实有点尴尬。虽然张大哥一直在解释着情况，但王姐的情绪也直接受到了影响，两人的匹配指数直接降到60%。
等你。我那时候可以跟你把有没有想到？跟你解释清楚，解释没想，没想到，我还是有点暗示那种，有点还有点油。看这个女人的第六感是真的准的，你是暗到哪里感觉不对了吗？你是怎么感觉出来的嘛？男同志噻，都跟男的跟男的两个噻，什么女的来的话，肯定我是有点疑惑噻。啷个回事？对，我本来是叫娃儿叫来的，娃儿他现在有点事走不开，他正好他妈在那里，他妈有事经常要。他妈就是指的前妻嘛，孩子的妈妈。他来看哈儿孙儿啊那些，有事今天都遇到他在那趟啊，他就跟他说喊他给我拿来啊，就是那个回事。他知道你今天要来跟王大妈相亲吗？他应该是知道。可能听到娃儿说了，本来他是到带我娃儿来那去看儿子，帮他买了点东西去，我生娃子来的。然后听说你今天要相亲，对，放心不下。不是放心不下，怕你再找了另外一个。我没得那些，没得那些的。啊，只不过那种情况嘛，其实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他觉得可能也没得啥子。那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虽然没在一起啊。但是至少有日有事那点儿还是保持了一些往来的。所以虽然大家不是夫妻了，但是也不是仇人。有一些往来，都是正常的那种正当的往来有，就是那种。王大妈能不能理解？但是还是不能理解，但是要那个啥子，有些就是要避免到去噻。好，还是不能避免的嘛。但是不是夫妻了就一定要做仇人吗？一定要老死不相往来吗？那是不可能，是有儿子有孙子。对啊，有儿子有孙子嘛，对不对？我也理解些啊。我也不是很心狠的人，我很善良的人，我能理解还是。有儿还是可以。但是还是希望保持一点这个距离，是吧？对呀。我觉得如果说你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呢，你说他过来看儿子看孙子呀这些啊，那个不光。但是如果说你身边以后有了另外一个人了，首先第一，你要如实的告知，对吧？对，第二，我觉得还是要在征求另外一半态度和同意的前提下，适当的有时候有一些往来，但是总之还是要保持一下距离。对对对，这个能够知道。对。只不过呢，我也反过来劝一下咱们王大妈，你说她和她前妻都离婚二三十年了，对吧？她如果有什么的话，她能早就复婚了。她如果现在大家都还是这样的一种身份，其实说明大家可能是从这个关系当中已经走出来了，对吧？年轻的时候大家有缘分走到一起，后来又分开了，老都老了，对吧？有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必要一直放在心上，只要能够摆正这个态度，我觉得就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今天你让他到现场来拿羽毛球拍哈，对，又来见到你这个相亲的过程的话，确实还是还催哈啊，有点笑话，有点给到我们这方压力啊。不过呢，刚刚我觉得张大爷也表态，王大妈能不能够相信他？开始嘛，慢慢了解嘛，慢慢从，慢慢的从朋友。但是你看他如实的，最后还是告知我们对方的身份了，而且他也讲了他和他前妻的这个相处的关系。就这一点的话，你现在能不能信任他，相信他？相信他再相信一次嘛。还是相信。到时候看嘛，人呢，他要服一个人噻，还听个人的话噻，不听话不得行的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不听话，我的话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前期我和前期，相当于还是也不是仇人嘛，所以一直还是生活了那么多年。虽然性格合不来嘛，但是做个朋友还是可以噻。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可以互相帮助一下。那他人呢？要不要把他叫过来？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吧啊，面朝这边哈。哎呦，我们刚刚才知道，原来您跟大哥以前是夫妻一场，是吧？以前是离婚这么几十年了，你们平时还是有一些走动，是不是？我都是为了那个家庭那个东西来。您今天知道他要来相亲哈？我听到他还说前几天说的。所以你今天专门就过来了？我没有，我不是专门。你看他好紧张。我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一点都不掺杂哈，各是各的，我很支持他们。
真的是很好，他们两个都很好，吃性格那些各方面都很好。我主要是性格有点脾气有点不好。黄大妈这么一说，其实我相信哈、王大妈心里应该是也是有底的啊，她也非常清楚，就是你们俩今天的这个事情，她也表了一个态啊，我觉得反正过往是过往嘛，将来是将来嘛，那这个心里边的疑惑就解开了啊。辛苦你刚刚还专门跑回去一趟，拿这个羽毛球拍。那个嘛，支持噻，帮帮那个，我觉得。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对老张说的？我希望他们以后两个在一起，反正我也觉得很开心。好，您现在自己个人情况怎么样？我可以，我觉得过得还是可以。明白，那你自己也保重，好不好？哎，好的，好的，感谢。啊，谢谢啊。好。王大妈现在心里边。哎，是啊，反正我们大家你都知道了，大家也都表态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事情啊。还有孙子有儿子啊，没办法的，他今后儿子买的房子今后走了都他都找他儿子去了，我们家的话都还是没好那个他，没好欢迎他。一般情况下没得事还是尽量少来，如果确实有事的时候来还可以，不能来得太多。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在选择之前还有一个爱情盲盒的环节啊，我们会准备一些话题让你们谈谈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啊，我们希望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让你们更多的去了解对方，好不好？我们给我们今天来到李家坨做客的王大姐一个机会啊，让王大姐在这里面抽一个问题，好不好啊？来，随便拿一个。哎，随便抽一个啊。大妈抽到这个问题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要不要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哦，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咱们中老年的这个夕阳红啊，这个晚年的这个感情当中啊，还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话题哈、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老伴儿这个时候只是想要一个伴儿陪伴一下哈、对，就不用再去办理手续了啊，因为。涉及到如果要登记结婚的话，就存在着比如说像财产呐、子女啊、等等一些问题，方方面面事情多。但是呢，另外一些人呢又会觉得说，那如果我们不去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就没有一个保障，那只是说是男女朋友，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对，那合法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哈、那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想？最终还是想登个记噻，还是想登个记、是吧？名誉上的事情嘛，还算是，婚礼上是吧？少喝，多当朋友，都到处散点的话，还那个笑话，还是要去办理手续的。哎，不管任何人都是这样想，我也是，反正跟到随便跟到哪个对象的话，他都要这种想法是。但是你知道，如果一旦办了手续之后，在法律上你们是夫妻，那么就会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财产呐、房产呐。财产我们都有啊，都有。我自己有房子有，婚前的嘛，都是他们的，都是各是各的噻。那你会不会要求对方，比如说房子上面贴名字啊？不要求是。为什么？都是找个伴儿噻，你说的，找伴儿的嘛。婚前嘛，之前的事情嘛，该是哪个都是哪个的，那个不与我无关还是？我今后再扯到这儿的话，那个都。到时候嘛，两个人反正好商量嘛，好说嘛。我经济状况，我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也退休工资。财产呢，我就是有套房子。他那个人也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反正以前的财产互相都不那个嘛。好，来，我们听听张大爷你的想法，要不要办理结婚登记？还是去办理登记嘛。但是还是要去办啊。理由呢？都是合法夫妻噻，国家只认可噻。以前接触了那么多哈，我们都一直没去办那些。我觉得以后啊，应该还是有一个好一点，负责任嘛。所以这个大男孩终于成熟了。那你是希望大家接触多久以后去结婚呢？至少也应该2年以上嘛。两年以上哈。行，好，这个跟王大妈说的这个时间也基本吻合。那先相处一两年，也不要时间太长了，因为大家年龄本来都不小了啊。如果大家真的认准了，最后还是要去办理一个结婚登记啊，这样呢受到法律的保护，好吧？
那爱情盲盒的这个环节啊，应该让我们的大妈和大爷呢，更加的去了解清楚对方的想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今天最后的选择了啊。那么两位再做一下最后的思考，好不好？嗯，好嘞。好，今天呢是张大爷和我们王大妈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那除了两个人交谈之外，今天呢张大爷还临时充当了一把教练。没会，没会，但是在学的路上开始了第一步嘛，是吧？啊，所以这个自行车呢，今天呢其实他也见证了你们今天整个一天的这个见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自行车来作为你们最后选择的一个道具啊。那如果说待会儿两位考虑好了之后愿意选择对方，跟对方从朋友开始做起，就请你们走到自行车旁边来啊。那张大爷呢也可以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们的大妈去奔向幸福之路啊。如果说你们不愿意选择对方，你就可以离开了啊。那这个自行车就继续来寻找等待他新的主人，好不好啊？我们最后看一下他们最后到底会怎么选吧。跟他说话一些很温柔那种，精气神是好，爱运动，看着我心头很愉快嘛，高兴嘛。我想他跟我一起的话，可能慢慢都会熟练的话，肯定都好了。好了，最后看一下他们的选择，三二一，请选择。最后看一下他们的选择，三二一，请选择。来，我们先面朝大家。我刚刚其实很不想走过来，我就想看一下转过来以后你们会不会对对方说什么啊。来，我们把大妈也叫过来吧，好不好？来，站过来，站过来。转过来，你们都看到对方的选择了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大家都勇敢地朝前走出了一步啊。那么既然做了选择，接下来就应该珍惜这个缘分和机会。虽然大家已经是年过不惑花甲，但是人生接下来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时光在等待着二位啊。你们可以再到这个二滨路上去走一走啊，骑一骑。好嘞，好嘞，好不好？好嘞，好嘞，啊，好嘞，未来的幸福就从今天开始了，好吧？好嘞，好嘞，啊，那行，那再见啊，好，再见，好，再见，谢谢你们俩，哎，好，好，走。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大爷和大妈呢，虽然他们已经年过花甲，进入到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虽然他们在过往自己的婚姻或者说情感当中呢，也经历过一些自己的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对于晚年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感情，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依然是有所期待的，他们依然是有所梦想的。那不管过往经历过什么，今天呢他们在节目当中呢都勇敢地朝前走出了一步，那离幸福呢自然就更近了一步。我们也祝福他们啊，希望他们能够从朋友开始做起，接下来能够携手人生，给彼此一个幸福甜蜜的晚年生活。我们电视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爱情靠争取，我也不放弃，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